今天的故事从苏州市体育中心边上一家面馆开始。你看我后边已经被申花球迷包场。你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申花球迷吗？虽然可能打破不了广州德比那天两万多人的这个记录，但是这肯定也是苏州赛区这一年来最最热闹的一场比赛了。毕竟还有一点点距离的，咱们不去讨论广州德比、上海德比哪个是中国的第一德比，中国足球需要这样的氛围。无论是那天的广州德比在天河，还是今天在苏体的这样的上海德比，很精彩。尤其申花最后是补时的时候点球绝杀扳平了上港队啊，接下来要是一个苏州到上海的大迁徙了啊，因为赛场的17000多名绝大多数还要返回上港。明天就是工作日了，祝大家工作愉快，这个五一假期很充实。申花！申花！本周末上海两。